亚洲文明博物馆星期五将推出一项特别的展览，这个名为圣辉异彩亚洲的基督教信仰和艺术交汇的展览，将展出基督教艺术作品背后的历史以及这些作品在亚洲的影响。这也是全球首个展出这个课题的展览。亚洲文明博物馆去年经历了大规模的改建之后，首次推出特别展览。展览上将有超过150样来自6个国家的文物，横跨800年的历史。例如这个13世纪在叙利亚制造的镶嵌金属烛台，就结合了基督教的场景以及中世纪回教徒的艺术，展现出当地艺术家如何巧妙地把基督教主题融合在作品中。展览的策展员表示，许多人会以为基督教的艺术作品都是来自欧洲，但其实并非如此。In reality, you know, Asia has also contributed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art in this aspect, and this is what the exhibition is. You know, works of arts that were made by Asian artisans for the West and also for the local markets as well. 公众也可在展览上了解象牙雕刻等亚洲技术如何影响西方的艺术作品。